玉里镇部分居民向玉里镇民代表张明慧提出建议说，玉里镇有许多老旧的路牌已经看不清楚字体，甚至路牌掉落，是不是可以全部汰换？张明慧就在代表会定期会上要求玉里镇公所尽快解决，因为这个建议早在去年就有其他代表提出，希望镇公所能够重视。玉里镇部分居民向玉里镇代表张明慧提出建议说，玉里镇有许多的老旧路牌已经看不清楚字体，甚至是路牌掉落，是不是可以全部汰换？张明慧就在代表会的定期会当中要求玉里镇公所尽快来解决，因为这个建议早在去年有其他代表也有提出，希望镇公所能够重视。有一些还掉下来，有一些可能模糊不清，我看要不要把它可以进故宫博物院的啦，观光客还是游客进来也没有办法辨识，即使现在有 Google 了， Google 对，有 Google 可以带他，他也看不到，对，他也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整。这个也真的需要当地的居民觉得路牌啊、有错误的地方，还是该汰旧换新的啊、我们这个及时性，我也希望大家不用客气，就打电话来告知啊。蔡秋龙也说，如果民众有发现路牌、路标标示不清或是损坏，欢迎打电话到镇公所来登记，公所会马上来处理。不过张明慧表示，这早该要做，并且应当是镇公所要主动来全面汰换。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。